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啊？不可能只是喝咖啡啊。嗯，就是想跟你聊聊完美犯罪。就是你信任的人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你真实的人离你越走越远，你却无法靠近。罪犯制造证据，而我们发现证据，这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有证据成功啊。 如果秦修文真的在失踪前上过那辆车，他留下来的不可能仅仅是毛发，而是物证。这个凶器得是从斜上方刺入的，所以这个嫌疑人的身高必须得在1.85以上。你们说的这些叫有罪推定，是不是认识赵东城的人都有提取他指纹的可能性？现在正式形成了嫌疑人，是第一犯罪嫌疑人，是带着硅胶手套和故意的。 融合尘土之后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很难再分辨这个是伪证。只要你是假的。